狗狗可以吃菠菜，因为菠菜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，富含维生素、铁、铬、硒等元素，可以帮助狗狗健康的成长，延缓衰老，改善毛发，还可以预防糖尿病，维持血糖稳定。所以平时适量给狗狗喂一些菠菜是非常好的。而且如果狗狗有贫血、腹泻等情况，吃菠菜也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些症状。定期为狗狗投喂菠菜，定期吃菠菜有利于狗狗的身体健康。在给狗狗喂食菠菜的时候，最好先将菠菜煮熟再喂，每次不宜喂食过多，任何食物过量了都是对狗狗身体有影响的。除了菠菜，平时还可以给狗狗喂食一些白菜、空心菜、南瓜、胡萝卜等蔬菜。